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 Photoshop。Photoshop 这个文件是将近50兆的一个原文件，Photoshop 原文件。那我们双击打开它。读取。好，这个原文件打开以后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一般都是 Ctrl 加一，这就切换到正常大小。那么这里可以，因为这个是试用版的，所以要它总提示我要登录啊，没用的。那这里面就可以右侧可以编辑层啊，其实这个速度是蛮好的，它比我这个我在用的那个 i3 处理器的8D NIST 的笔记本打开的速度还快。